电视剧《如懿传》正在热播，相信大家看到周迅饰演的如懿和张钧甯饰演海兰这对姐妹，都会想起《甄嬛传》里的甄嬛和沈眉庄。这两对姐妹在后宫中的姐妹情十分感人，一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。海兰和沈眉庄一样都善良大方，可以为了自己的姐妹付出很多。饰演沈眉庄的兰溪出生于安徽省的一个黄梅戏世家，父母都是当地的黄梅戏演员。从小耳濡目染的兰溪不顾父母反对，坚持考入了安徽黄梅戏学校。可能就是因为受到黄梅戏的熏陶，兰溪本人身上有着一股古典气质，与剧中沈眉庄有着太多相似之处。《甄嬛传》播出后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但这几年似乎也没有因为《甄嬛传》的热度而大火起来。近日，兰溪受到品牌邀请前往2019纽约时装周。出发时，兰溪身穿粉色细绒面上衣，搭配黑色阔腿裤，造型简单随意，既温柔知性，又有点时尚随性。但看秀时的造型似乎就有点不如人意了。兰溪身穿蓝色灯笼秀连体裤现身，配合老气妆容显得有点土，不知是衣服颜色的原因还是灯光的原因，不过另外一套却好很多了。简单的纯白色上衣搭配黑色荷叶边阔腿裤，气质优雅端庄大方，一看就是个温柔的人。免责声明，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，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